家好，我是宝妹，欢迎收听乡亲的朋友收听咱一百空九年八月十一号礼拜日，赶快请阿宝老师甲宝妹伫只为你所服务主持两点钟新农播给咱来到星期二的节目时间啊，拜日的节目时间啦吼，一天呢又过来到黄昏的时间咯。即卖呢，你较短，非常吼明艳。最近好朋友伫中岛休困的时间应该有缩短，搁再加上这两天呢气候无讲正稳定，因此真侪朋友伫咧做些个工课呢，石头的摆臂可能呢会甲顶一阵啊吼无啥共款，做些人呢搁是有一个好处哦，工课是家己的，所以咱什么时阵呢要做什么款的石头，就任由我们自己来做。安排咯，好，阿宝老师好，大家好，来，我就甲听众朋友讲吼，气候已经吼有这边啦吼，最近呢，因为下雨的关系，真侪乡亲呢，有发现讲乌阴天哦，咱一个管理的方式，可能嘛爱随着气候的转变哦，啊来做一个调整。你看吼，伫个热天管理的方式甲寒天呢，管理的方式绝对是无啥共款。当然最近唔是吼，唔是讲。开始吹北风的气候，因为 还不到那个时间，最近顶多就是吹这个东风，吹这个东风。但是呢，后面你有发觉到无？乌阴天的时阵，咱常常在节目当中呢讲说，乌阴连续一直落，可能呢 N9 我们可以稍微用一下。所以咱的乡亲见到野外人也不少，因为有一个疑问，就是最近呢用 N9，但是伊有个甲龙细胞，那他想要问老师哈，节目开始之前甲老师请教一下哈，老师如果说用 N9 这样的东西啊，咱那是用的，当然油菜类是无差啦，但是老油的这部分，它会不会使它的厚度会较高一丝啊嘞？还是讲因为够甲龙细胞，这样会有影响吗？哦，这个厚度有可能会增加哦，尤其这个光合作用效率的这个提升哦，所以呢这个叶啊的这个厚度各方面应该要啊较高淡薄啊哈，但是呢很漂亮，真重要的哈，伊讲是足水的啦。对，因真重要。这个所在就是讲因为咱用这个物件落去了呢，伊去解决掉这款这个因为日照吼日照较不足的时阵吼所以有一寡这个叶绿素的这个合成各方面吼，伊即马就因为日照不足，伊就一直被晾管吼，这个这不说累积的这个营养分就较无够，但是呢，伊个拼命要合成这个叶绿素吼，所以这原料也无啥够，所以咱利用这个 N9 的这个目的，就是讲伫这个乌阴天咱提供一部分的这个营养的这个补给。然后这物件是这个光合作用的一个这前驱物质，所以有一挂新陈代谢来得要用到的一个这物件呢，伊就真容易来改这个利用啊。所以有的人讲，爱的氨基酸尔，它有啥吼？这是无啥吼，真的也没有什么吼。但是就是讲，这个氨基酸你得爱改做好吼，比如讲你用强酸强碱去改伊去甲处理吼，比如讲先用酸吼去改这处理，先甲蛋白质先去改这个分解分解呢了呢各个用碱吼用碱各去改这个转变伫这个这个强酸强碱的处理的这个过程内底呢伊的一个这个循。伊个伫个即个配位吼，即伫咱即个氨基酸内底即个配位键吼，伊都可能呢，即旋光会改变吼，所以本来是即个左旋变右旋吼，大多数个咱个即个做物呢伊是无法度利用即个右旋的这种物件吼，就讲伊法度直接利用的即个氨基酸是即个左旋的即个物件，这种左旋的即个物件呢，真济你若是伫这种酸碱。在这种酸的一个破坏之下，伊就改变吼，所以呢，一般在这个差别就是在这个所在吼，所以 N9 呢是在德国呢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制程吼，伊真专业的这制程其实不好听听，甲咱听众朋友讲到，其实咱真侪这物件吼。这物件咧应用的比如讲像这个侵害绿藻吼，比如讲这个 N9 吼，这甚至这个玉米素吼，这物件咧伊讲较不讲较白，很多都是拢是啥物，拢是化妆品的这个剩余的这个物件吼，因为伫目前所咱所知影到的一个植物跟人体内底有一项物件共同的吼，这个 cytokinin 吼，即类呢这个天然的这个细胞分裂素这种物件呢植物内底
啊，这对于这个细胞有用哈、哦，在这个动物内底呢，啊，竟然这些呢，啊，会当来这个抗老化哈、哦，并讲一个这个眼霜哈、哦，啊，伊的利用海藻的这成分呢，啊，也对这个细胞的讲有一个这个啊，那所提供一挂特殊的这个营养哈，伊、哦、唔是讲啊，这个天然细胞分裂素去直接去影响到咱的啊，咱的细胞，唔是，伊是一个那所一种应用哈、哦，啊，很奇怪哈。哦这个咱的细胞呢，就很容易接受这种营养哦，啊，所以伫这个啊内底呢，就会当啊，这个啊美白吼，会当抗老化吼，会当增加这个功能哈，啊，这是题外话吼，但是就是讲，为什么这个 N 九吼，伫咱咧用真侪好朋友用了呢，拢伫干嘛？尤其伫这乌阴片啊，真侪好朋友用过哈，啊，尤其种瓜啊吼，种这个花瓜吼。啊，种这个美容瓜吼，伫、哦、这种乌阴天的时阵啊，因会发现吼，提、哦、供用这物件来做这这个补充啊，效果特别明显吼、哦。无论是瓜啊咧大，还是讲这个有新的这转变吼、哦，那这个真明显的这感觉吼、哦。那么伫老药啊内底吼，你除了用 N 九以外，实际上你可以当去搭配吼、哦，并讲啊，你的肠那是药啊较单小块，你也当改啊，并讲配这个硝酸钙吼、哦，啊那总共普通。哦，这个啊，涂骹已经肥分有够吼、哦，但是呢，这产量要会较好，啊，要叶啊呢，搁较细只吼，咱拢会建议好朋友呢，你除了用 N 九以外，啊，你也当用这个啊高钙酶哦，这个203这种的吼，得讲12哈。10-13.5 好、哦，这203哈、哦、啊，这款呢四个镁八个钙啊，然后啊配合这个啊 N9% 的氮哈、哦，啊这9%这是其实是这氨基酸啊、哦，这一种存储于这胆素呢啊，也成分是来自这个氨基酸的这个啊这个构成哈、哦，所以这构成这个成分啊，你改做回来喷啊，也品质个较好哈、哦，所以啊应该咱好朋友脑用过哈、哦，你又干嘛讲真明显，但是啊好还要更好。我跟你讲，咱家喷过了呢，啊，希望讲这个叶啊，尤其热人吼，热人这老叶啊呢，迄、那个马骝位只遐吼，叶啊，迄个尖部会小可弯吼，唔知你有注意到吼？足、哦、侪人讲，迄本来就会安尼，无迄个本来就会安尼，天气若较凉时，安怎都袂安尼，那个是缺钙吼、哦。啊，所以咱也是可以一个啊，适当的钙补充的时阵，迄出来呢，啊，叶啊，迄个马骝会更加水。过来就是讲啊，迄、那个老叶啊，伫热人时阵会足疏叶吼，迄叶啊呢就安尼硬好吼。啊，你安尼会安尼加真疏血，啊，你钙呐较有够，比如讲你用即个氨基酸熬个钙，还是海藻钙，还是讲你用即个 N9 吼、哦、配合即、這个啊即、這个高钙镁做伙来用吼，在那乌阴天的时阵，这是上好的一个即个搭配。啊，你来用呢，啊，伊个血啊加真润，加真高吼，啊，咱个血啊是。轻重的吼，平平迄个重量啊，有进前伫啊，伫咱即个英前伊只遐有一挂朋友咧讲着讲奇怪啊，即、這个啊平平迄个啊重量吼，啊咱会比人较少重吼啊，但是有个人讲安尼冰冷打不爱用刀柄吼，冰冷打点都爱用，因为呢伊种肉啊吼，你搞的时阵，因为你搞冰冷你爱拗三拗吼，啊你咧拗的时阵呢，伊较袂。要长期，迄胶个冰冷加真水吼，即叶啊对凹啊有迄个韧性吼、哦、啊，所以呢，即有当时也是啊，伫咱咧应用的时阵咧，当安尼来改即个操作吼、哦，所以咧当在啊，试看卖即个乌阴天吼，咱啊种花果、种水菜吼、哦，尤其咱水菜即个好朋友呢啊，因相当的一个即个有信心，热人的时阵，啊伊就是即个玉米树哈、哦、啊，咱做伙来改伊即个啊热障碍即缓解啊，那拄着啊即乌阴天吼，即、哦、咱。来换过来吼，甲啊，甚至有诶玉米树继续抓，伊搁甲这 N 九加咧抓，啊，这水菜呢会比别人呢啊较有重吼、哦，因为你那较乌阴诶时阵，伊叶啊吼会较怕新吼、哦，啊，平平较大叶，但是呢伊会较轻浅，啊，咱来用 N 九了，就较袂遐轻浅，然后伊会滴啊这种。啊，即、这个光合作用诶关系吼，也当啊，以及一寡即个叶绿素诶即个合成诶即个先驱物质，所以即个叶啊加真水吼，迄种色水呢啊加真光鲜吼，所以即真侪好朋友啊，拢有一款诶即个啊即、这个感觉吼、哦，所以尤其包括你若是老叶啊用过有用过吼，即乌阴天咧用诶时阵呢，特别吼、哦、特别呢啊，受这种诶即个感受吼、哦，啊，伫热人咱若是。啊，一定爱注意这个水分吼、哦，就是讲像老叶啊吼，老叶啊呢啊，伫正经那是真热吼，你那是有条件会当做喷雾吼，伫空中呢啊，小可改做一点啊，这个微喷雾吼。哦
啊，伊个效果继续好诶，吼、哦。即有当时啊是即个环境吼，话讲啊，即马无像较早遐好啊，遐好专家吼、哦，所以呢，愈来愈凊彩吼。但是呢，啊，热人吼、哦，有当时啊，就是品质也是好呢。啊，咱的销路加真稳定吼、哦。啊，即有时啊是咱伫即个管理内底呢，啊，必须要去面对吼、哦，就讲、是、尽量啊，咱会当啊过好啊，只要拿过好啊，咱都即个机会吼、哦。啊，即通常是安尼即情形，不过。以这个老乡啊来讲呢，这是一个啊，靠夕阳的一个产业吼、哦，这有安怎讲叫做夕阳产业吼、哦？那么因为吃槟榔的人会愈来愈少吼、哦，这大家呢啊，一般来讲就是讲这个槟榔吼、哦，这确实啊吼、哦、啊，对咱的这身体健康，你这。槟榔很容易上瘾哈，那么这个槟榔吃了，咱的有时候会对那个口腔的刺激哈，所以这口腔癌这问题呢，就确实是比较啊严重哈啊，所以如果那是也当卖吃遐济哈，比如讲啊，你也当。但是这有时啊，就啊很难去那种。尤其你那是开车啦，还是讲足无聊的时阵吼，还是拄咧足无用的吼，反正就是真无聊，真尤其愈无用的时阵吼，啊，你会感觉也是足受神的吼，啊，你槟榔啊剥咧吼，迄差真济吼，啊，不过尽量是当啊，即、這个吼、喔、算。这种物件吼，这个大概已经是在确定吼，这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吼 IARC 哦，这已经是有一个这个确定是属这种咱来讲一讲叫第一类一个这个致癌物质吼。那么伊本身这确实是比较不好一点吼，不过古早时代吼，槟榔是提来抵这个。啊，比如讲像有一挂这个啊寄生虫这种哈、哦，这槟榔呢有这个效果哈、哦。那么吃槟榔料嘛是诶，这个吃料诶，这个啊，完了诶面诶安尼红个红个哈，所以啊，这个较早苏东坡哈、哦、有一个非常有名哈、哦，一个啊两家红草真妩媚哈，谁知浓是醉槟榔哦，这两个较早不啊读到这个。啊，诗句的时阵，哇，感觉呢，啊，真的是知我者苏东坡也啊，啊，这个谁知浓是醉槟榔，吼、哦，这真正是一种尴尬，吼、哦，这个呢，啊，一个有呢，够一个什么啊，暗色助人真茉莉，吼、哦，红草灯下醉槟榔，吼、哦，一直强调，吼、哦，伫这个有内底呢，啊，苏东坡的一个进一挂这个诗内底，吼、哦，咧讲到这个醉槟榔，吼、哦，这吃了真正。有一种啊，这个好个哈，确实呢啊，但是呢，这个有时候物件就是安尼，有正面就有反面哦。比如讲槟榔是致癌哈，但伊的这个槟榔的这个萃取物里底呢啊，事实上有一个哈啊是抗忧郁的这个成分，而且效果非常的好哈啊，这含市面上起码这个上出名抗忧郁的这个药啊哈，有一个这个什么。在大麻里面 去萃取抽出来一个这种啊，这上面一个成分哈、哦，那么跟它呢是有得比的啊、哦，所以呢，这其实啊，物件拢是安尼吼，就是讲啊，这个有好加有歹吼、哦，所以呢啊，就是你那是已经槟榔确实哈、哦，确实是有一个啊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哦，但是呢啊，咱在这内底就是讲一定爱少。啊，一旦去控制咱的这个啊，食食的这个量吼，莫食伤济吼，啊，尽量呐是讲莫食哈尼济啊，食哈能够稍微给它控制一下吼、哦，这个呢啊，也这个致癌吼，啊，你也是一直补，对，当然呢啊，这个不是干哪讲。啊，这个口腔癌哈，唔是刚才讲槟榔的口腔癌哈，你补烟叶嘛是口腔癌哦，像因这个中南美洲伊来加因的补迄个混淆啊，吼，这些补也赶快吼，也是有这种致癌的一个啊，这个物质啊呢哈。那么这当然和朋友呢，大概就是讲啊，他当然不是哈，这古早时代这有当时啊，比如讲像这个。啊，较早吼爱请人食槟榔吼，这是人客内底呢啊，这通常是一个啊，这个比较有一定的一个吼、哦，那么这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啊，但是就是讲
这反正很有争议哈、哦啊、确实，这个食槟榔和口腔癌有做多一些关系，最主要是啊，有一个成瘾性哈、哦，较歹啊，较歹来给这个解决哈、哦。那么目前食槟榔在这个华人的世界内底哈，这应该是咱东南亚哈、哦，包括整个这个亚洲这内底呢啊，其实都还蛮普遍的哈、哦。这较特别是这个湖南哈、哦，湖南呢。啊，因湖南省因去甲伊统计过吼，就是讲中暑和槟榔相关的一个即个工课，就是讲你含槟榔吼，含即个行业有关的人超过300,000人吼，一年的一个产值呢超过100亿的人民币吼，因有这款的一个啊统计数字啊，伫台湾可能伊伫即个目前吼，就是讲啊，咱台湾伫。所统计的这资料里面大概有40,000+，那么这是啊，比如讲以水果来讲，单一个品种的这个水果，那是总共伊是算水果啊，香蕉吼，香蕉是差不多也1/4吼，所以这量呢啊，相当的这个可观哈，所以呢啊，这有时候也是很麻烦了哈。好，这是讲到这个老叶哈，这希望个朋友呢啊，那总共有食槟榔的这习惯吼，啊，得食较少嘞吼，啊，甚至呢啊，会当慢慢吼，就是讲有时啊真歹改啦吼，啊，确实呢啊，你那是。抢抢波哦，这确实也真的比较不好啊。好，来63386016338601。最近呢，台湾虽然讲有风台呢，我对咱的边啊哈，安尼轻应该算轻微的掠过，但是今日下晡伫个北部呢，强降雨哈，落这大雨，所以有的所在拢淹水的这现象。啊，长伫咱在地则是还好，只不过呢，甲国外真侪所在比较起来呢，我们今年哈这个雨水量。如此的这种情形已经算吼，算讲是轻微啊。你知影韩国呢，已经连续落50几天的雨水，所以因为所在呢，今麦嘛是吼深陷哦汪洋当中哦啊，一片吼拢是水啊呢，甚至于水淹了170几公分，你个知啊哈？在那我呢，我只会当应酬的哈，差咪无看的人啊哈，所以你就知道说，今年以各个地方来看哦。唔知是虾米情形啦，我嘛唔知道。你看呢，淹水呢，好像呢，很多地方无淹过，无淹啊，即卖一淹呢，淹过啊呢，就是很严重。如果一干那是雨水落50几天，你觉得不恐怖吗？你也是安看看落，迄落安尼蒙蒙啊，雨沙沙啊，雨还好。但是连续50几天这样子下个不停，啊，佫是落大雨，难怪会很糟糕啊。因为地理位置上呢，这个韩国跟日本也比较近哦，啊，今年日本呢，进前迄阵啊，哦，嘛是淹水淹家呢，所以今年说真的，我一直强调哦，今年大家呢，求一下平安啊，无代无志哦，就是没事呢度过，我觉得就已经很开心哦，所以我直接敢问岛外人强调哈，我爸如果讲什么，我都这样跟他回嘴哈、哦，所以呢，如果你若是有感觉讲吼，没顺心的时阵，看看吼、哦、其他国家发生的事情，你就会觉得说啊。那种好的那种心情就会来，凡事都是比较的啦哈。有的代志卖去比较，但是拄着吼心情歹时阵去讲比安尼，安尼个会较吼较快活淡薄啊。所以好朋友呢，今年呢不管讲安怎吼，就是认真生活每一天啊，健康呢上重要，平安顺遂哈，这是咱今年呢唯一的目标。好啦，当然呢。讲是安尼讲，但是呢，任何代志还是靠咱家己爱拍拼，无人吼。哎，旁奔来和你接哈、哦，不可能的哈、哦，你还是要靠你自己呢去努力。所以呢，努力呢，就是要在你的经济作物啊，是讲你做事的这工课呢，较认真拍拼。那以前呢，白手起家呢，可能机会较侪，即卖人呢，要白手起家根本哈、哦，不是说不可能，比较辛苦一点点哦，因为时代不同啊。当然，现在白手起家可能跟过去呢的一些产业也可能不太相同。有吼，有一种高手，也是有那种很有智慧的人，很有吼才干的人，那袂当公婆。但是咱既然不是一个顶尖的佼佼者，那我们只能够吼当个苦干实干，小莫呢脚踏实地。啊，每一天呢日子过了吼，心安理得，这个会比较重要一点点。好，我们就来看吼听友的一些问题。来，最近呢可能落雨吼，真侪听友呢嘛开始有这正寒季啊，那就有听友苏丽丽。伊问老师有关呢，即番薯叶啊，即卖呢有黄化现象。啊，如果那是有这种情形的时阵，伊干嘛可以当摕来做吼，做这个种苗？
这是较无啥要紧吼，因为咱本来想讲，哎，小花较黄吼，啊，改成是即个许这个或许啊爱注意啦吼。当然真侪讲黄啊，得咧黄啊吼，啊你去甲伊摕来做即个种苗吼，即个安尼啊唔好吼。但是咱来看伊是安怎即个啊安怎去结黄啦吼，即个啊一般来讲，咱伫即个旱季呢有一个即种。伊也是要种的时阵吼，要种的时阵上重要的、就是讲啊，你一定爱注意吼，即尽量会当有一个咱啊，去甲伊提着讲，伊是一个即个健康种苗吼，即啊，咱咧看着吼，就讲你爱先去甲伊即个判断吼，因为咧啊，即个长吼，当时啊。第一寡伊那是着即个有病有病吼，还是讲即类个一个哦，即个问题伫咧吼，所以咱那是直接去甲提来用吼，啊，即当然着较无通啊，比较不好啦吼，所以一定爱啊去甲伊即个判断吼，所以是咱咧讲个讲啊，即个树伊着是爱尽量吼是一个没有病毒个一个啊，即款个即个健康种苗吼，啊，即健康种苗呢啊，咱那是提来种吼啊，那从讲咱咧插蝶吼，咧插蝶的时阵咧，啊，这个健康种苗哦，还伊得靠迄个机会吼，啊，这修行通常拢是啊，会当加真济吼，所以呢，这一般是咱伫这个管理内底吼，必须要去啊去判断的一个这个啊，就是讲质量吼，就是讲这伫健康管理内底吼，在这啊要改进好势吼，这头一件就是爱做一个健康种苗的一个啊这个管理吼，那。你这种的一个黄化呢，其实伊是夏威夷吼，这个叶脉中间有小块，有一点点啊，啊，小块那种黄黄吼，啊，这个叶啊呢正常吼、哦。那么这有可能是什么款吼、哦？这其实这不是你的啊，这种一般不是。病害来解，即个引起哦，就是讲啊，你即个氮肥使用个量较悬吼，因为你这应该是挂含剂药啊吼，所以呢，你这是即个使用的一个啊，即个肥分较悬啊，是安怎吼？所以呢，这低输掉啊，伊的一个缺啊，比较霉吼，你要较无够小块吼，这种的一个。啊，即、这个竞争安尼啦吼，所以呢，啊，伫即内底吼，咱出现着即款呢，即个情形伫咧，那么真重要吼，真重要呢，啊，当来甲伊啊，伫即个许小做者处理，因为你新买吼，新买是好的吼，啊，但是下骹许啊呢，啊，有一点啊，即个缺镁，即个欠镁的即个竞争，所以你即种的即所在是毋是较酸吼，即是毋是有较酸土的这些吼，啊，当然你也是要提来做即个种苗。然后好像基本上哦，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也无真大的这问题啦吼、哦，所以呢啊，这底下来当予咱好朋友呢小做这参考哈、哦、啊，这个大体上吼、哦、应该是没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哈、哦。不过就是讲咱伫咧判断吼、哦，当然因为旱季呢，因咱即马多数。除了是做这个育种吼，啊，无一般是拢做这个无性繁殖吼。所谓无性繁殖，就是讲啊，去加繁殖点来地吼，来啊，所以呢，这个首要的这个工课就是讲啊，咱的这个啊繁殖点呢，你选择吼要来做。啊，要来插，要来做黄啊咧用呢吼，即上好就是讲也当有伫差不多啊，即、这个正笑长的一个吼啊，即马咧种大概又是有一两种吼，即、这个水平吼，变讲那是啊，即、这个水分啊，料啊较料啊较即、这个较够甘水吼，还是讲你啊水分管理较简单吼啊，即款的即情形你就会当啊插较浅的吼，插平平吼用地。哦，啊，另外一种是较海口这边土壤较打伤、较沙土的时阵，伊会插出粗、插较深安尼吼。啊，这个伫咱啊一般来讲，就是讲你咧处理吼、哦，这个田啊，尽量爱甲伊这个除好清气吼、哦。这但是你这看起来吼、哦，这个叶啊吼，这种呢一般来讲就不是啊吼，伊、哦、还不是这个啊，基本上伊不是一种病害来解这个引起吼、哦。那这较无这种病这个问题，所以。啊，咱就会当呢啊，提这当继续提这物件来用吼、哦，啊，因为最重要吼、哦，最重要的是这个要不然你就要提醒你吼、哦，因为这个。
有一点啊，这个缺镁，这个这情形吼，所以你是不是伫这个土壤内底吼啊，是不是这个钠离子较悬吼，并讲碱分较重啊，是安怎吼啊，甚至呢，因为这个啊含子吼，伊本身对土壤的这这种适应性足快吼，要出现欠镁的这情形，无讲真简单，所以除非伫足酸的土啊，是讲另外一种就是伫这个啊海口这边吼，钠含量很高吼，这款情形，啊，然后咱淡素系真重，并讲你硫胺这类的一个啊，这肥料下了较重，哎，就较容易出现到这种啊，这个欠啊镁的一个这个现象安尼吼，所以这多数受这款啊这个情形伫咧啦吼，所以这里在当互你小做者这参考吼。那么一般来讲就是讲迄个含子电呢，咱会当适当的这这处理吼，古早人呢啊，因是用清气的这个红土吼啊，伊这个电的这个所在呢。伊个红土啊，去甲敲水敲啊，割割，甚至染一撮啦灰乎吼。啊，染灰乎的这個目的就是讲，因为咱咧含子电是个，伊个一个即个有漏冷嘛吼。啊，漏冷迄个所在有时啊，就较容易为遐叫暖气。所以伊即马要插要地进前吼，伊就甲即个灰乎啊，搅红土吼。啊，胶胶的，啊，然后啊，安尼高高吼，会黏黏，即马即个氨基丁呢，规个去甲浸吼，伊、哦、迄有冷嘛，啊，但是咱迄物件是清气的，吼、哦，咱迄红土迄拢清气，啊，去甲浸者了呢，甲摕起来，一个一个是毋是红土的打去，迄、那个所在伊会囥咧甲烤风烤火打，啊，迄、那个空气就收缩吼、哦，啊，你第二个摕落第一时阵，啊，即后摆呢，即效果计足好诶，吼、哦，即最主要是安尼即即个啊，即、這个做法吼，即、哦、通常是安尼进行。那你也当来改替换买者吼，这啊基本上吼，基本上呢啊是也当是安尼来改做者这处理吼。啊，通常啦吼，通常你也是有伫仔啊的这个头前改处理又好些，啊，伊这对后边呢吼，这影响吼，就讲啊要出问题，这机会就会稍微少一点点哈。所以这是咱有关的这个含子的这个健康种苗啊。那么你也当小来改做者这个管理吼，啊，你这应该。是不啥要紧哈，啊，这提供，我哩小做者这了解着，好，这大概是安尼一个情形，嗯嗯哼，好，来63386061，老师，我接一通电话哦，来接一下张大哥的电话，张大哥好，啊，慧兰小姐，嗯，啊你好，啊老师好，啊大家正好朋友大家好，啊来俺老师分享一个啦，伊一个好朋友哦，一到晚未来讲三四十分钟，因为拄啊去出来拄着。去升大啊，拄到伊定伫讲诶，迄个黄副校长黄振伟，伊讲我嘛改吼，改听讲人叫我叫院长，讲迄叫客户啊，怎啊伊个安尼？啊，今仔日也没关系，讲真是故事啦。伊甲你讲一寡代志，冥冥中诶代志，就是讲天地来修复，天地来赞助一个人诶，拍拼人文一条。伊甲我讲到迄、那个。木美金，木美金讲伊讲伫美国读博士的时，东海上去用到的咧。你发觉战争一灭，发觉迄个警号伊了，哦，啊伊才知影讲哇，已经机会到了，啊就真正开始讲去找出迄个木美金安怎应用安尼。老师，你唔知有听到无？有，他有听到，嗯。哦，啊，这是黄副校长今仔伫讲这代志，甲讲阮，我甲阮儿子介绍讲。台湾的困吼，进入中文大学当时，沙棘韩六新院长迄阵卖讲，就是讲，近代就是伊啊甲当，一时当做偌济我唔知影啦。啊，伊甲蔡老师做较济啦，伫市场伫应用了真好，就是这两个人。啊，下面讲起，啊，因为今仔去找三个人，另外佫找一个老师顶下摆咧提起蔡老师，因为蔡老师今仔日会专工去起，伊就是。伊交代讲，叫我去共看太平遐嘛，伫出偌大个代志，啊去甲看了，啊入去大家甲报告迄个情形，吼、哦，就是这样。啊了，拄到副院副校长了，甲过去找前个副校长安尼，啊即、這个情形就是讲，木棉镇其实讲有一个故事安尼，就是讲安怎做试验了，嘛是天地尾啊落来舒服了吼，家、哦、己迄、那个镜我看着哦，先看着镜了后，甲讲。诶、欸，这个问题已经开始出现迄个路线咧。哦，这很多很妙。啊，佫有另外一个，就是去读博士的吼，伊堪伊小讲，就是讲，恁老师因隔壁迄个，我咧讲新闻局捌提起，就是讲，
伊唔知安怎去问到圣文宫，然后甲讲圣文宫的师傅，可能甲我往生一两冬啊啦。因为我去拜，我无甲问这个代志。伊甲出一个一两首诗吼，伊甲讲去找啥物古册啦。啊，古册内底伊要爱的答案，拄好内底有写的话呢，就是这么妙。哦，这是讲我大家吼来分享，我今仔去诶过去诶经验安尼吼啊。歹势啦，因为也无啥物嘿，啊，搁有老师顶日啊吼，我听到的吼，有一件，唔是足重啊，讲了非常的重，就是讲老师你讲迄个白癥、白瘟疫病，白瘟疫病无提起着别关的代志吼，发觉别关，因为迄是接近脱敏，因为这个那伫顶来讲，我伫超级三十当前这个代志，就拜托地博士，今来诶必须吼，甲讲迄个问题。啊，迄、那个问题其实我处理，甲感觉讲干阿嘛无咋处理。多少年纪有看，伊讲张国尊老师讲一句话，到时候检验到都是那么严重的时候，就复合感染啦，复合感染解啊嘞。啊，伫尾啊，阮其实嘛无解决，因为阮的土壤过甲真好。啊，伫健康状况的时候，根本别管这个代志，未对的影响啊。啊，目前伫网络伫讨论这个代志，一个打论伫讲。啊，迄安怎？迄安怎啦？啊，我甲阮囝讲，去听听看看，都卖共回答伊落，共死人个面皮晒。所以讲，别管看到了后，就是老师你讲个讲，已经复合感染，不是单一个病症，因为伫土壤出来面，但一个袂去单一个病症，单一个病症有可能伫血管啦初期发觉，会去掠到单一个病症安尼，这是小弟个人个看法安尼。所以我爱甲老师讲个加油安尼，加奖啊，唔是干呐加油安尼。等来吼，代表分享德顺安尼吼，好无？啊，各位祝各位健康快乐。好，谢谢。来，这个还是要大好朋友，大家等于讲借这机会吼，有当时也是安尼吼，这真侪科学的，这你看，这科学家到最后吼，到最后呢。都会走到某一个的啊，并讲像这个爱因斯坦哦，他最后呢，基本上他就是一个神学家哦。那么为什么啊呢？因为你也发现讲这个人呢在底界傣族人内底哈，其实咱真的哈，这相当的这个渺小哈，尤其你那是像杨秋中杨老师哈，杨院士讲的哈，讲伊为美国回来的时阵，伊认为讲土壤内底伊了解70%-80%哈，80%-90%。好，那么这几个25年、30年过去了，哈、哦，以尴尬讲吼，二十几年，伊敢有比别人较无认真，伊比别人较认真，哈、哦，非常的认真在研究了呢。伊发现讲伊对土壤的这了解呢，可能呢无了解超过80%，哈、哦，刚好完全相反。因为你发现真正是咱爱非常的去尊重这个傣族人呐、啊、吼，就是讲包括咱咧用这个土壤的这微生物吼，这十几年来咱这么认真去推广这个物件，这上重要，这原因是因为呢，农业吼。农药是一个工具，但是伊无法多去解决着所有的这问题，伊会当去一部分的一个控制。但是咱一开始变咯，互咱的作物呢，会当更加健康，吼、哦，更加健康。要健康，就爱先有一个健康的一个土壤，吼、哦。所以呢，人养地，地养人，吼、哦。就讲、是、咱人那个这块土地，甲养好势，这块土地呢，就有法多饲人，吼、哦。所以饲地，这块做这个工作足重要。要安怎去饲地，就是讲这个土壤内底，爱当一个比较比较稳定、比较活性的一个空间，吼、哦、啊，咱尽量对土壤的一个应用，吼、哦、咱该提偌济出来，得爱个补偌济回去，吼、哦，一寡即尤其一个使用，吼、哦，包括咱真侪好朋友，吼、哦，并讲咱咧用这种奥地利国宝肥，真侪人会感觉讲够奇怪，得下一束啊，尔，我较早下30包。这边是3包，这边3包比进前是30包效果较好。不过拢会改讲，因为你30包甲吞落，吼，即马这3包过来，这物件是一个累积的，所以这30包那唔是去迄个卖乌白黑吼，比如讲有一寡这有机肥啊、阿萨布鲁的吼，这什么什么迄种讲啊歹听的，什么污泥啦吼，什么款迄种做乱输来吼，这种呢卖去提这种物件吼，有诶讲
有啥物物件牛屎哈，牛屎那是啊，一个开有呢，又介牛屎上大这個问题就是杂草种子啊。但是咧杂草的种子伊那是有发过，有一个隔温杂草的种子也减到上少的时阵呢，那咱的应用其实也都还好啊。所以就讲提一个较清气啊，即大概安尼来解即应用啊，甲即地甲养起来，养起来了呢啊，咱就较少即种土壤的即问题吼，即、哦、包括是一寡即、这个啊白癣病啦、啊、吼，即、哦这个啊根腐病、黑点根腐病吼、哦、啊，即足侪即个问题吼，即、哦、大概拢有即款啊。那么即个白纹羽病吼，即、哦这个物件都只讲到即、这个吼、哦，那么这个类型吼，即、哦、种其实呢啊，即拢是属即种真菌类。一个啊，真菌性的一个这个病害，包括这个啊，有利夫病的一个这种类型，有这个赫根病的这个类型啊，有各种不同款的这类型哦，所以啊，这真多啦吼，所以你发现讲啊，其实包括像咱伫节目内底常常咧讲到的这个疫病吼、哦，这等等啊，这有当时啊，这个你也听一下，听不下咧讲这皮疹、皮疹吼，这种的这物件，那么大概呢啊，这种。它不，伊唔是细菌性的一个即微雕，但是呢，伊种就是啊，比如讲伫感染病内底有一种即个正肌腐病吼，即皮疹吼，啊有当时也是根腐，所以真少是单独吼，真少就是讲是一个单独的，比如讲像散糖啊，真正若干那散糖危害袂遐尼大，但是咱散糖对伫后边呢。长会较弱，长较弱了的作者，这个病害的做回来吼，所以啊，这是一个咱一般来讲，就是讲一个啊土壤的这管理吼，这是相当的一个啊相当的一个这重要吼，比如讲啊，你若是伫土壤排水不无好，还是讲像吼，比如讲像患病吼，伊本来就足抗病，但是你伫何伊伫一个啊这堵水排水不良的这所在，这问题就真济吼，比如讲包括像咱啊种这个洛梨啊，即马足济人咧种吼，从即马。落这个雨呢，啊，小可那落一点啊雨，你都爱抓咧等，吼、哦，这落雨呢，啊，只要那是排水不良，啊，伊就可能伫这个环境内底，伊就又就引发吼、哦，这个啊根腐病，啊，这个落雨的这个根腐病是啥物款？落雨好，哎喂，落雨的根腐病啊，就刚好集成，没，嗯。哦，这个洛里的这个根腐病呢是什么款呢？啊，伊是这个疫病的这个病菌，吼、哦、啊，这真容易呢，伫这个啊。尤其高温多湿的时阵，就容易来改这发生，吼、哦。包括拄只即个咱听友讲到吼，即款呢一个啊，即、這个白纹羽病，吼、哦，白纹羽病呢啊，即较早温读册时阵吼，啊，其实也不啊去接触到即个白纹羽病，当然。较早阮咧是，我是错的吼，即我先甲阿边讲，就是讲，阮拢咱较早阮读册时阵，啊阿伯阿拢认为讲，因为伫白纹羽病看到是啥物果树，梨啊、苹果、桃啊、李啊、梅啊、葡萄，你有发现这拢是啥物较凉的这种果树，哦，就是讲伊伫较温带的一个树种，都像讲到梨啊、苹果、桃啊、李啊、梅啊、葡萄。哦，这白纹羽病拢出现吼、哦，啊，尤其像来啊啦吼、哦，这啊，我去第三去足济抓吼，这啊，这实在看到呢，啊，感觉哇，这个真的是啊，这个非常的这个舍不得啦吼、哦，啊，这讲这吼、哦，这有时啊，啊，这个也是一小段故事吼、哦，但是这让我感触很深的，就讲啊，不啊，捌一个吼、哦，这伫较早温。啊，读大学的时阵，吼、哦，都有人去雷山，迄阵拢会大学生，吼、哦，暑假拢会去雷山去打工嘛，吼、哦，啊去打工创啥，搬搬苹果、采苹果嘛，吼、哦，啊阿伯啊，较无遐骨力，吼、哦，阮迄阵是拢去做造造园，阮同学去采苹果，啊，阮做造景了，阮规定走去找伊佚佗，吼、哦，啊去佚佗，迄头家足好诶，请阮食饭啊，创啥呢，吼、哦，那就大家就伫遐熟悉。啊、几十年一个时间过去了，换因囝来接迄、那个，所以尾后阮拢改买苹果嘛，比如讲啊，开始出来社会做工课，啊，又含咧头家熟识，拢改买蜜苹果，啊，换因囝起来接。吼，因囝是一个啊非常有远见的人吼，伊讲爱这个啊台湾的这个苹果呢已经无机会啊吼啊，这个进口啦、工人啦、啊、这个请无工厂办啦等等，所以呢一定爱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吼、
啊，伊在创啥物代志哈？伊在做即、這个，伊讲因爸较早用迄套唔对哈、啊。啊，真话，迄阵我嘛是感觉哇，这真正袂歹哈，雄心壮志，爱要做这個有机栽培，只有三年而已。经过三年，一百丛的即个比例，迄、那个比例，一百丛的即个棚果哈，死甲剩三十丛，一百棵死掉，剩下三十棵。啊，应该是啊，不啊，你唔是讲土壤甲管理哦好，啊，伊即个病就会好，但是你无予伊一个适当的即个营养吼，啊，你无予伊啊一个适当的一个肥料的即个调整吼，你一下就改变过来吼，含、啊、日本迄个什么什么爷爷迄个款款吼，伊个啊即、這个几啊冬吼，即、這个棚果呢拢无收吼，即、這个原因拢是同款的，伊迄个日本较好，因要个较低温，咱这边的温度变化较济，所以。一定有一个调整的这个过程，所以真的让我见识到哈，什么叫做白文鱼病哈。那后来呢，在这个啊生水哦，主要是这个地壳啦哈，茶叶哈，地壳的一个这个部分呢啊，这个是我看到呢上惊心动魄的一个这个所在哈，迄地呢鬼窟。啊，药啊，呢抓嘛是拢抓袂到吼，啊，但是呢，啊，进前咱家己去咧介绍吼，叫安怎调整啊，溶磷菌灌灌，嘿，竟然原地着白文鱼病竟然好起，所以伊一直拢甲咱讲，即个白文鱼病吼，啊，溶磷菌会当治白文鱼病。我讲袂使安尼讲，袂使安尼讲哈，但是伊就是无法度，伊就甲咱讲啊，即就是安尼，我就是安尼治好诶，所以伫山顶，伊就是当年，伊就是继续灌。啊，为虾米安尼？因为呢，啊，即通常就是一个生态诶，即平衡吼，啊，咱伫即栽培管理内底足重要诶即所在。那搁一个，互我较讶异着诶，就是讲我去芦笋，我捌看过哈，芦笋，迄阵是咱毋知伊拄着虾米款，结果呢，啊，伫即、這个。台中外埔去吃遐吼，啊，迄芦笋呢，哇，一直死一直死吼，啊，唔知是虾米尾啊呢，啊，即、這个上盐吼，啊，咱的专家他咧甲咱讲吼，迄、啊這个啊，因为迄阵阿伯啊请教一个朋友啦吼，即起码是迄、那个啊，即、這个叫做茶叶改良厂的秘书吼，啊，阮学长啊，啊，我咧甲伊拄好机会啊，带伊去看。啊！伊看，伊讲，哎，这个好像是白文鱼病，哇！我讲哈，芦笋买着白文鱼病，所以伊这含温度无关系，但是甚至豆啊吼，这番麦呢啊，拢有这款的一个吼、這個、啊，但是啊，都加这个啊，张大哥咧讲这个蝶吼，蝶有这个白文鱼病呢啊，这也不是还是有一点点震惊啦吼。那么以外一个即个有呢知识储备来底是没有看过，我毋捌看过吼，我毋捌看过啊，因为咱知影到就是讲目前吼，即种白文鱼病呢啊，伫即个有来底分布很广哦，即足侪种诶，即个有呢啊所在拢有啦吼，足侪即做不来底拢有。那么芦笋会钓，相信钓或许有可能，但是啊，我是毋捌看过安尼吼，所以有时啊人诶即个眼界呢还是有差啦吼啊。就是讲必须要不断的一个这个进步，虽然咱啊伫这个啊受过这种专业的这训练吼，但是呢啊，咱嘛是爱多到外面去走走吼，所以呢，农业吼这是一个很非常重视食物的一个这种这所在，但是伫遮不要甲后边讲就是讲啊，因为呢。咱所有的一个即作物吼，种伫即土壤内底吼，所以土壤是一个啊，变怎去创造一个好的一个土壤的一个环境，那、啊、这是一个足重要的一个所在吼。所以啊，希望咱听众朋友就是讲啊，伫即个管理上呢，咱会当稍来注意者吼，即尽量啊，会当去啊，除了讲用一部分的即个化学药剂，但是呢。啊，一定要去创造一个较好的一个土壤的一个条件，哦，比如讲用这个啊肥料啦，吼、哦，还是讲这微生物肥料，吼、哦。等等啊，这拢对咱呢有较正面的一个这帮助哈、哦。那么真济吼，就是讲机会呢，通常就是给有准备的人哈、哦。这有当时啊，新兵要你做帮，你嘛爱有这个专业的知识吼。啊，那无呢，和你帮到，你嘛唔知是虾米款的一个情形啊。透早起来吹洗洗呢，啊，搁放一铺条，虾米都拢袂记记得啊。所以呢，啊，还是要有这种，还是要有这种知识的一个这储备哈，爱、哦、去认真。用心哈。
吼，起来改一个啊，起来改一个经营吼。那么伫日本吼，日本都阿个想的吼，即个白文女病吼，这种物件伊日本呢非常迷信木醋意吼。即阿本啊呢，对这种木醋意呢，哇因。啊，因就最爱去用这物件，但是之前我甲用过了吼，啊，确实，可能就是讲，伊这物件是不是对土壤的这个微生物吼，啊，有比较正面的一个这个这种腐生菌呐、啊、吼，这一类有一较正面的一个这个效果，哦，啊无呢，啊，确实，伫这个田间吼，伫咱台湾吼。真侪即个病，伫日本呢做了袂歹，伫台湾不一定做了会好吼。即真侪拢会去看到啊，即款呢即情形伫咧吼。好，即、這个今天含大家去讨论即个，最主要是要甲听众朋友特别即个强调吼。那么真侪即个规定吼，它其实是很重要吼。一讲啊，有一个好朋友佮甲我讲到，讲希望咱会当讲一点啊，即个固沙草吼。固沙草呢，到敢真正有喊你毒安尼啦吼。啊，即最近伫即个媒体内底有几种几篇的一个即个报道吼。啊，某一个呢，好像还蛮啊，在农业上还蛮关心吼，即、這个讲啊，有即、這个一个即个媒体吼。啊，你讲到即个固沙草吼，其实阿伯一直要甲咱好朋友强调，就是讲啊，作为一个媒体人吼，当时啊，咱咧报道的时阵吼。那会当有家己的一个看法，并讲像阿伯，我甲你讲我的看法是安怎，但是真济伊拢爱有一个啊，并讲我要去反对这个物件，我为什么反对吼？我一定有一个实验吼，一个试验的一个这個情形吼啊，然后有一个科学的一个这根据啊，然后提出来讲啊，这样你可能较唔好吼，啊尽量会当呢。啊，去表达一个较中性吼、较中性的一个意见。啊，当然，即内底有足侪人含咱是无同款的一个意见吼、哦，比如讲啊，咱咧用即个 BM 菌吼、蕈状芽孢杆菌、内生型的即个枯草杆菌啊，有足侪人都足不以为然吼、哦。但是呢，我是感觉啊，伫上无伫我看到的一个即个效果内底啊，佮阮做的即个试验内底吼，也有一部分的即个效果吼、哦。所以啊，咱伫即个效果，咱会当去提出吼、哦、啊。但是就是讲像这个固沙草这个吼，那有当时啊，这内底伫试验咧做的这个浓度吼，即咱常常讲好朋友呢，万物皆有毒，吼，万物皆有毒。你这个毒物学这个概念内底就是安尼吼，就是讲啊，所有的这物件其实呢啊，伊拢有一个这个毒性吼，都是有毒的吼。啊，但是伊这毒是安怎去判断吼？啊，就是讲伊的这个浓度吼，这个物件，比如讲水吼，水是不是啊？这是一个。啊，咱生命内底上介重要的一个成分吼，咱人呢啊超过80%呢是由水来改这个个性。那么这水，你喝多了行吗？也不行，是不是啊、哦？你嘛袂当呢啊，迄、那个量啊超过当然是袂使吼啊，所以呢，这通常伫这个啊，咱咧讲的就是讲重点伫这个剂量。吼、哦，这个剂量，吼、哦，即包括有当时啊，啊，咱咧做这判断的时阵啊，不然拢会后边有讲，啊，就讲你爱食偌济，这个剂量，唔是讲哦，这物件拢有毒啊，这啥物物件嘛真毒，啥物物件嘛真毒，对，无唔对，但是问题是。你要食到有伊讲诶，迄个毒性诶时阵，伊有偌济一个即个剂量吼、哦？当然有诶讲，你甲讲即个未致癌，即个未致癌啊。但是有时啊，啊，这确实伫这实验内底，咱无做过遐尼济吼。你讲啊，要保证啊，完全都不会，这是无可能诶，这代志吼。但是就是讲啊，伫一个科学会当去认知，会当认知诶，这规定内底呢啊，其实它当然是比较安全吼、哦。啊，当然进前咱就真反对讲。啊，即、这个并讲巴拉瓜吼，当然啊，伫即个世界有两种无同款的讲法吼，嘛、哦、有人认为讲巴拉瓜做危险的，即规矩甲禁禁掉，啊嘛有人认为讲哦，并讲像阿伯啊，认为讲即物件若适当咧用的时阵啊，其实伊对即土壤呢啊，对依这沙草这部分来讲，对这土壤其实它是比较安全，但是啊，你若甲讲因为这无解药，所以这会去食到的毒死。啊，这句话我都无法度跟你反驳，因为确实伊这就是属实啦，吼、哦、啊，并讲得
但是这物件都无法做去讨论吼，所以咱那是咧报道这种物件的时阵呢，其实不好意思甲咱好朋友强调的是质量哦。你咧看一个这个报道，尤其含农药相关的这物件时阵你唔通去听听咧讲什么这个什么致癌啦、致畸胎啦吼，什么足济吼为什么这物件个会去存在？然后因为伊到某一个质量，但是你人要去接受的遐尼大的一个质量的时阵，是足无可能的这代志吼。这非常不可能吼，比如讲你这个一天吼爱食300公斤的一个这种变拢这种菜吼，爱食300公斤，一天食300公斤，你一天食300公斤会出代志吼，是因为是迄个物件让你出代志，还是你食300公斤让你出代志？你涨得要甲你涨死啊，是不是安尼吼？所以这个质量这个足重要，所以咱咧讨论这个。农药的时阵，尤其你若咧看报道，那含人要烧钱，还都唔免烧钱。这本来就正面甲反面的一个这看法包括这个过杀草吼这有人讲这提过杀草，因为为什么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人酸吼提来喷这个红豆要落叶吼。这个效果呢，说真的啦，吼，没有很好，吼，这完全你含过杀草呢，还是讲含这个巴拉瓜是完全未比的，所以即马人在咧建议要开放这个过杀草，这有时候是一种不可去的罪恶，吼，但是呢，就是讲咱伫这个讨论的这当中呢，一定爱把这个剂量吼，就是讲这个量吼，那你讲到这项物件有毒的时阵一定爱去考虑到这个剂量吼。这个简单的一个这类，就是讲槟榔吼，槟榔是一级致癌物，但是你一天若吃2粒3粒。伊个根本是无虾米款吼，而且或许呢还会让你呢精神更好哈，吃起来还蛮爽的哈，这无啥要紧。但是你若一天拢30粒、30粒、30粒、30粒连续一直吃，迄剂量足悬的，你有可能就得口腔癌啊。所以这剂量是一个足重要，这个观念，所以阮不管是对这个过杀草无任何的这个意见吼，对这个这个物件，我是用两刀，我无任何意见，但是不是针对这个报道内底咧讲的这个毒性的这部分呢我是较无法度接受吼，因为这个剂量呢这个剂量是足重要，就是讲这个浓度，你用的浓度，你用的这个剂量这是相当重要的这个所在吼这当我咱好朋友呢小做一参考吼，大概是安尼吼，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这个有机会吼，咱再过来改探讨吼，来。时间的关系，第一点钟先暂时呢，进到这，等你广告说了以后，马上再过回来。